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今次同大家介绍个疗剂叫做 Bovista Lycopurdine。Bovista Lycopurdine。咁会翻译为马勒菌，是一种猫菌嚟吓，马勒菌。咁英文呢叫做 Puffball， 就泡芙泡，即水泡个泡，泡芙球。Puffy 即是肥肥胖胖，即是爆出来的。我们这个疗剂在临床上是可以治疗那些暗疮，全身性的暗疮，绞肚痛、肚泻、头痛，那个出血，经期的出血，白带，卵巢的毛病，还有呢小孩子那些口吃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在urticaria 呢，就是那个hives 这类的东西，风烂这类的问题。OK， 好啦，咁嗱，先你睇下咧呢种球形的毛菌啦吓，咁通常咧喺意大利啦吓，通常咧就系佢未熟嗰阵时咧就会爱嚟食用嘅毛，一种球形嘅毛菌嚟嘅。咁通常咧当佢成熟嘅时候咧，佢入边咧就会有好多啲黑色嗰啲粉。抹喺度嘅，喺啲种子咁样样嘅，咁佢就会爆，一爆咧就 pop 咁样，嘣一声胀爆，咁啊将嗰啲黑色嗰啲粉末咧就爆出嚟咁样嘅。咁系同喺医疗学上咧，仲有叫做 correspondence 或者嗰个 signature 嘅，law of signature 吓，即系以形补形啊，以毒攻毒啊，即系呢咁嘅概念吓。咁呢个症状咧就主要系嗰个肿胀啦吓，那个身体嘅。嗰、那個表面嗰度咧係腫脹啦，仲有咧係浮啦，係浮脹啦、浮腫啦。咁感覺上咧就好似個身體咧好似脹大咗嘅，係、呢個主要嘅症狀。咁當然包括咧係腹脹，同埋咧就係放屁好大聲嘅放屁咁樣。
好啦，咁呢个嘅疗剂咧，亦都曾经用喺一啲皮肤嘅问题，嗰种严重嗰啲湿疹啊，同埋成身性嘅湿疹啊，不论干嘅或者红嘅吓，即系一般嘅皮肤嘅嗰啲爆疹嘅问题。好啦，马勒菌咧，通常咧系会影响我哋身体嘅循环系统嘅，咁所以咧会令到我哋嘅微丝血管系统咧系出现咧系。鬆弛咁嘅感覺，咁就好容易咧，就係出現一啲流血性嘅傾向嘅體質。咁整個人咧就總係覺得係 puffy 嚇，即係浮浮腫腫咁樣，個身體個表面嗰度啦。咁仲好呢種咁嘅皮膚嗰種浮腫咧，如果你攞啲硬物咧，譬如攞個手指啊，或者攞支筆啊嘅去撳佢刮佢咧。就会有一条深的粒陷出来的。咁亦都可以于湿疹嗰类嘅嗰种症状嘅皮肤问题啦。疱疹呢同埋个人好妥倦好攰嗰种嘅。好啦，喺个关节方面呢，通常呢都係出现一种係松散好柔软好弱嘅，关节好弱嘅。咁通常呢我哋会用关节，通常我哋惯呢可能会用啲野角 rootstock 啦。咁发现野角呢係帮唔到呢，我哋諗下你就可以考虑呢一个马勒菌 Bovista 呢个嘅疗剂嘅。咁其实最紧要呢就係嗰个身体呢觉得肿咗㗎，胀咗大咗，尤其是个头部好似胀，个头痛咧，个头咧系胀嘅，尤其是咧后尾枕嗰度胀嘅，咁同埋心脏嗰度咧感觉胀嘅，好啦，咁亦都会出现喺一啲多重性嘅嗰个神经炎啦，喺唔同嘅阶段啦，咁通常喺某个阶段咧，佢会出现一种麻痹啦，同埋一种针刺感嘅。咁亦都可以应用喺一啲人咧，就因为中咗碳嘅嗰啲烟雾啊，就出现咧就系头啊，即系冇气，冇晒氧气啊。咁即系好啲人咧，譬如中碳吓，嗰个去碳毒啊，或者发现咧可能自杀吓。咁嗰人咧，如果系仲未走吓，仲未死，但系嗰人系浮 puffy 嗰种嘅表面嘅皮肤咧，记住咧可以用呢个马勒菌去救治嘅。好啦，咁亦都系用喺一啲因为身体过劳啦，譬如提啲关节嗰啲问题咧，可能身体过劳咧，佢嚟即系觉得啲关节好晒冇晒力，好软弱啦。咁亦都系用一啲，如果你皮肤搽到一啲焦煤嗰啲物质啦，咁出现嘅问题咧，都可以谂到呢个疗剂。好啦，喺精神状态方面咧，這个疗剂咧，通常咧个人咧就会讲嘢咧就系好论尽吓，那个手势咧都好论尽嘅，成日咧。就会跌嘅，手里面揸啲嘢咧，好容易就跌嘅啦。咁、那个记忆力又差啦，集中力唔到啦，学嘢啦，去理解方面都系慢咗啦。个人好不安啦，同埋咧系好呆滞咁样嘅。咁仲有一个情况咧，就系、是、那个情绪咧系交替啦。譬如嗰个喊啊，同埋笑咧系交替啦。咁对好多嘢咧都特别敏感啦，都好容易嬲怒啦，心情咧唔好啦 ，OK， 对所有嘢都冇乜兴趣，好容易嘈交啊，好容易去争吵打交啊咁。咁有一个症状咧就系夜晚瞓觉咧发梦咧，醒嗰时候咧觉得自己咧好似发到癫咁样嘅，发疯咧就精神有问题。咁朝头早起身咧，个脑咧都系迷迷糊糊咁样。起身之后或者向前弯腰之后，咁亦都感觉个人咧，感觉成个人咧好似胀大咗嘅，咁呢、个精神嗰个状态啦。好啦，喺个腹部咧，通常咧就胀啦，因为呢个胀系一个浮胀系一个主要嘅症状啦。咁就喺嗰个腰部咧就唔可以着嗰啲紧身嘅衫啦，便秘得嚟咧就好多屁，好大声嘅屁啦。咁喺嗰个肚脐的位置有痛啦，同埋腸痛啦，小便咧就紅嘅，鮮紅嘅小便啦，同埋有大聲嘅攪痛啦。好啦，咁呢種嘅攪痛好得意嘅情況咧，喺咩可以舒緩佢咧？食嘢
食嘢可以舒緩佢，或者咧係彎腰行雙彎扭落去，我叫 double bending 啊，咁就屁就好臭。咁唯一一樣咧舒緩到佢咧就要食嘢噶啦。OK， 喺背脊嗰方面咧，除咗我哋背脊會痛啦。啊，尤其是彎腰之後咧，覺得嗰陣背脊好痛又好沉重啦。咁仲有一個好特別嘅症狀咧，係嗰個背尖嗰度咧 ，coccyx 嗰度咧，嚇、嗰個尖嗰度咧係好痕好痕嘅，嚇、難以抵受嗰啲啊嗰啲嗰種痕癢。嚇、你 coccyx 你知道咧，係嗰個最嗰個背脊嘅最尾個釒釒嗰度。嚇、好啦。咁喺仲有一個症狀可以睇到咧，就係、嗰個出汗嚇，嗰個胸部咧係好壓迫感嚇，嗰種箍緊嘅感覺，就成日咧就想鬆翻啲衣服嚇，因為佢個成個有種浮脹嗰種感覺，同埋咧係嗰個腋下嗰啲汗咧就好似洋葱味嘅嚇，比較好臭味嘅。馬勒菌咧係適用於一啲嗰啲。未結婚的女性即係老姑婆啊，心跳啊，老姑婆嘅心跳嚇啊，同埋咧細蚊仔咧係口吃嘅小朋友嘅。好啦，喺經期方面咧，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咧，就經期咧就量多啦，但係咧同埋咧喺嗰個經期之間，亦都會出現嗰個出血啦。咁但最主要咧個經期咧係尤其是夜晚黑特別差，或者日頭冇事嘅，到夜晚黑咧。先至出即系流经血嘅，咁呢个一个好关键嘅症状。好啦，白带方面咧都系有一种乸乸结结啊啊绿绿啊，系嗰啲啊厚厚嗰啲咁样嘅白带吓。咁同埋咧，身体个腰部咧又唔中意有啲紧身嘅衣服箍住佢嘅。食物方面咧，佢好中意饮白兰地啊、酒啊、牛奶啊，咁但系咧就亦都系好容易醉噶，有时饮酒咧就好容易醉，但佢中意饮，但亦都系好容易醉嘅。咁头部方面有头痛啦，系一种即系一种掹紧性嘅头痛啦。咁就最紧要咧就系个头咧好似好胀嘅，尤其是后尾枕吓，即系叫做呢个 puff 就系。一个水泡浮球好似胀咗出嚟嗰种嘅感觉，呢个主要嘅关键，皮肤又系胀嘅。好啦，咁口吃啦，尤其是细蚊仔口吃吓，孩子口吃，有阵时你叫佢哋咧系读字咧，读几个字系好快去读咧，佢就读唔到嘅，佢就会出现口吃呢种咁嘅情况。咁同埋口吃咧，嗰个亦都口气好重啊。咁鼻哥嘅症狀咧，就有分泌係嗰啲分泌物咧，係種條狀嘅，好硬嘅。好啦，直腸啦 ，rectum 嗰方面咧，出現咧就係譬如嗰個放屁啦，好臭啦，便秘啦，想屙有時屙唔到啦。咁仲有一個症狀咧，就係嗰個會陰嗰度有一種尖痛咧，係由會陰咧係直接去個直腸或者個性器官嚇呢種咁樣嘅痛，好得意噶，嗰種尖鋭嘅痛。有個會陰 perineum 嗰度咧，係直上去嗰個直腸 rectum 啊，同埋嗰個性器官嗰度。咁同埋咧就喺肚瀉啦，通常咧就係經期嚟之前或者經期嚟嗰陣時出現呢種咁嘅肚瀉。好啦，皮膚啦，呢個一個好好嘅好得意嘅皮膚嘅療劑嘅，通常係濕疹啦，又紅啊，又興啊，又刺啊嚇。影響你睡眠嘅，咁通常咧呢種嘅濕疹咧就係咧濕性嘅濕疹，跟住咧就有好多啲好厚嘅結焦嘅，好似結焦喺度嘅，啊，咁呢啲嘅風爛啦，風爛咧有時咧係緊張嘅情緒就會突然間引起風爛啦，咁同埋咧頭先所講嗰啲關節嗰種嘅無力嗰種嘅感覺，咁心跳同埋咧嗰個肚瀉咧通常一齊出現嘅。咁仲有一個皮膚嗰個症狀咧，就係全身性嘅暗瘡啊，係全身性嘅暗瘡。有位醫生咧就記錄咗一個個案啦。咁一個係一個寡婦嚟嘅，55歲嘅寡婦。咁佢身體就爆疹，有一種差唔多一種好似叫做單毒嗰類咁樣嘅，由佢嘅右腳開始嘅。咁好多年之前咧，佢就試過喺左邊出現咗，但係咧。就係、是、當時流好多水嘅，就用啲藥膏撳咗啦。咁幾個月之後咧，嗰只
那个阻塞咧就又出现，又爆发啦，咁啊搞到佢咧就要将个切肢嘅吓。好啦，咁佢当时嗰个症状咧就系、是、嗰个爆疹咧系红得好犀利，所以种单独啊红得好犀利，同埋咧系黄黄啡啡嘅结焦啊，亦都好结嘅啊，好厚嗰啲结焦嘅。咁加上咧佢嗰个腳的風濕性的痛咁樣，咁初咧，佢就呢個醫生咧就用野角啦去試佢啦，咁但系咧就都冇乜幫助，咁結果咧佢就用呢一隻馬勒菌布匹斯咧係四次咧就將佢係完全醫好咗嘅，咁呢個症咧係持續咗好多年噶啦，好多十年嘅症嚟嘅，咁所以咧通常咧我哋如果遇到啲皮膚嘅問題咧。佢係有泡嘅，有水泡性嘅，跟住咧就出現咧係結結嘅厚嘅焦咧，啊全身性咧，啊呢、這個布匹斯咧，啊馬勒菌咧就一個好好嘅應用嘅療劑。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同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咧？係唔係就係你嘅靈丹妙藥啊？需要嘅話。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84，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